你请问师傅，我们经常说的南无观世音菩萨的南无是什么意思啊？南无嘛就是皈依呀、啊，南无嘛讲的最简单嘛就是我皈依呀、啊，我就是相信观世音菩萨，我接受观世音菩萨，我接受，我皈依，我愿意，南无嘛就这个意思呀。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啊，我皈依南无本师释迦牟，我皈依观世音菩萨，我接受观世音菩萨，我接受释迦牟尼佛，这还不懂啊？南无。哦，懂懂啊，感恩南无大慈大悲观世音菩萨，感恩佛陀，感恩师父。